大家好，我是法国选手和雨果，和法国作家雨果一样的两个字。我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中文，参加汉语桥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既能增进对中国的了解，也能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切磋。我喜欢表演，业余时间我参加了话剧社，我们在排练曹禺的雷雨，我扮演周平。现在我给大家表演第四幕周平对鲁大海说的话。我恨这种不自然的关系，你懂吗？我要离开他，然而他不放松我，他拉着我不放我，他是个鬼，我真活厌了，你明白吗？我喝酒胡闹，我只要离开他，我死都愿意。再说大家都知道雨果是法国伟大的诗人，我很喜欢诗歌，也喜欢中国诗歌唐诗，尤其喜欢王维。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诗。王维写了很多的田园诗，他的诗篇让我想起我的家乡，那是一个远离巴黎的小城市，中文名字叫维希，法语叫 Vichy。 我很想家的时候，很喜欢朗诵他的《终南别业》：终岁颇好道，还家乃山陲。幸来每独往，盛世空自知。行道谁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这首诗优美的意境让我陶醉其中。其实我还有很多前所未有的体验都来自于学习中文。最后不管汉语桥的比赛结果如何，我都会继续努力，继续探索中国的语言和文化，并且乐在其中。谢谢大家。